海正在给几个实习兽医讲课，学习如何防止口蹄疫的事。你是去督导还是听他的课啊？我既是督导又听课，不行吗？我妹妹真能干啊。我可没你那么悠闲。哎，怎么样了？跟爸爸谈得好吗？嗯，那还用说吗？妈妈给方林送了贴心礼物。那我恭喜你们了。什么时候订婚呢？现在。哥，你能不能正经一点啊？这是真的。不信啊，你问我的未婚妻啊。伯父已经答应我们不举行任何仪式，只要我们彼此一点头，订婚典礼就算完成了。以后你是不是也该改改称呼了？嫂子。嫂子，以后啊你可要管教一下我哥哥啊。好了，别讨论怎么管我了，恐怕过两天啊，你也该左右为难了。他一定会甩了你去嫁给他的。哼，你放屁！你不是问我总经理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吗？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，他光明磊落，他心胸宽广，他善解人意，他善良淳朴，他温柔贤惠，他比你好上一千倍一万倍。像你这种满身铜臭的男人，一辈子也娶不到他。听见没有？要不要我再重复一遍？不要的话就快走开，我们的牧场不欢迎像你这样的人。滚。我们只是观念不同。别生那么大气嘛。我先告辞了。下次有机会再谈，有机会再谈。没有下次了。来来来，你坐。我要替我妹妹谢谢你。你的词儿还真多，连我妹妹温柔贤惠都看出来了，真不容易啊。我只是脱口而出，想都没想。平时一点一滴的积累才会有瞬间的脱口而出嘛。你别说那么玄乎，千万别告诉总经理啊。我当然要告诉他，这里有一个如此欣赏他的人。我是认真的。我妹妹这个人啊，在什么事情上都肯主动，就是在感情上缺乏勇气。
3年前，他谈过恋爱，就是因为我爸爸极力反对，没办法，就在最后一刻，他放弃了。从那以后，他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知道吗？3年以来，你是他第一个心动的男人，你一定要再接再厉。 大胆的用你的爱去打开他的心扉，只要你占有了他的心，我想他就会接受你的。他已经错过一次了，我相信丽红这一次一定不会再放弃了。所以大海，你必须加油啊！ 恭喜你了！恭喜我什么？哎，你不是要订婚了吗？李总，你怎么知道我要订婚的事啊？哎，你忘了，你也有一个很热情的好朋友吗？你经常带他班的。少俊，这个大嘴巴！这是喜事吗？干嘛要瞒着大家？我也不是刻意要瞒着大家的，只是我们不想举行任何仪式。 也不打算请客，所以送来您的礼物，恐怕也请不了您了。<笑>那就等到你们正式结婚的时候再请我。我希望早一点喝到你们的喜酒。<笑>谢谢，<咳>李总。 谢谢你送我们的礼物。你记性很好，就是有的时候找不到笔。<笑>总经理今天也很好啊，除了老师找不到薄荷糖。<笑>总经理今天也很好啊，就是有的时候找不到笔。<笑>外公，你能不能不抽烟啊？好，外公把它掐掉啊。婉婉，今天中午请你们吃什么？吃西餐，你去不去啊？外公今天中午要去值班的，去不了了。 外公，你怎么老是值夜班啊？婉婉，外公今天中午做咖喱饭吃。真的？哎，外公，我最喜欢吃咖喱饭了。那你就不要去了，留在家里跟外公一起吃咖喱饭好吗？不行，今天是夏一跳过生日。哎呀，我刚才数到哪里我忘了。哎，别急别急，外公给你一起数。哎，婉婉。 这个小猪肚子里的钱，你从来舍不得用啊！你要买什么？我给夏一跳买礼物。哦，外公，我什么时候可以叫夏一跳？
生日快乐。小鬼，肯定是你出卖的。我没有说。我不信，你没说，妈妈怎么会知道？嗯，别怪婉婉，只要你们老是鬼鬼祟祟的说悄悄话。我们可没有。你太厉害了，等结了婚，我还能玩什么花样啊？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呀。我不但没有后悔啊，还迫不及待的想被你套住呢。夏一跳叔叔，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。啊，谢谢啊。是用小猪肚子里的钱买的。凤玲，买戒指的钱每一分都是我当码头工人赚的。夏一跳叔叔，你猜这里面是什么？它不是钻石，也不是黄金。这是你的全部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两个可都已经名花有主了。那你是什么花？翠麻花。翠麻花。哟，婉婉回来了，玩得开心吗？今天啊？不开心。你妈妈呢？不知道。最近有些客户反映我们的牛奶太甜了，所以我希望你去技术部检查一下。啊，是，我知道。知道就马上要去改，我们只有迎合客户的口味，才有今天市场的盈利。你就去办吧。嗯。你今天怎么来了？不怕爸爸抓你去实习？怕也要来啊。你是不是向我炫耀你是天下最幸福的人了？其实你不说大家也知道啊，你都写在脸上了。这种感觉用任何言语都无法形容。你要是想知道啊，最好亲自去体验一下。我也想体验呢，可惜没有人让我体验。谁说没有了？你可不是爸爸派来的，我告诉你，我死也不会嫁给丁家杰的。我怎么会让你嫁给那个家伙呢？这还差不多。可是你除了他就没有考虑其他人吗？你好像急着要把我嫁出去啊，是不是自己订了婚就看不得别人享受单身的快乐呀？你现在快乐吗？两个人当然要比一个人快乐了。如果是不合适的两个人在一起，比一个人还要痛苦。我现在是宁缺毋滥。如果有合适的人，你会不会接受他呢？你到底要说什么？是不是订婚订昏头了？今天下班以后，我在东方明珠附近的老上海风情街等你。等我？我们在那儿聊聊吧。我要回台北了，有很多话要跟你说呢。你想干嘛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深秋给我春光。夏小姐，没想到你也会捉弄人。我哥呢？丽妃今天有事不能来了，所以他让我陪你来看看老上海30年代的风貌，因为我们都是外地人嘛。我知道，又是我哥的鬼主意，我习惯了。
他说什么有事，什么捕捉上海风貌啊，什么采集上海的人文艺术啊，都可以编一本《夏诗物语》了。走吧。你呢？我倒挺喜欢李飞的，他浪漫，人也挺可爱。我看你好像在讨好我，是不是啊？我是实话实说。哎，你看，里面也不错。你喜欢上海吗？喜欢。为什么喜欢？因为喜欢才会快乐，喜欢才会有收获嘛。大海，你有过喜欢的女孩子吗？有，当然有。那你有收获了吗？有，我觉得男女之间应该两情相悦才是最重要的。但是我觉得丁先生和你总是怪怪的。我觉得你是出于嫉妒心理吧。如果有这层意思的话，那也是善意的。大海，我喜欢你的坦诚，不过我和丁先生只不过是生意上的合伙人关系，跟他现在也只是在磨合阶段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把事业和感情混为一谈的。能够志同道合也不错嘛。但是去不合，志也难相同啊。我看丽红对佳杰没有好感。什么好感不好感的？感情是磨出来的。你看你看，跟你说不上三句话就火起来了，老神经。爸爸，刚才上哪去了？哦，我刚才去牧场了，我跟他们正在研究一个新的项目。新项目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啊，不是，我是想等研究出来以后再向你汇报，你不觉得这样更好一些吗？你是要向那个兽医去汇报吧？看什么看？我脸上又没长东西。我是奇怪啊，你今天心情好像特别的好啊，是不是因为昨天约会的关系啊？你还说呢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找我算什么账啊？你敢说我跟大海的事不是你搞的鬼？当然是我一手预谋的，就是不知道结果是好是坏。啊，看来结果一定是比我想象的要好。多管闲事。哎，丽红，我现在算是知道了什么叫过河拆桥。才过了一天，你就把我这个大媒人抛在脑后了啊？你还说？哎，丽红，我本来是想来蹭顿饭的，可是我看到大海在里面，我才不做你们的电灯泡呢。拜拜。怎么说？我提出了辞职报告。你要辞职？等一下，我跟我爸谈一下。啊，李红啊，来。爸爸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来得正好。刚才大海跟我辞职，他准备到泰仙乳品工作。
我是公司总经理，是否接受员工的辞职，我想应该经过我的同意。关于大海的事，我想再跟你商量一下。好。是你逼他的。我为什么要逼他？我太了解爸爸的作风了，先让他写好辞职信，然后再安排他另外一份工作，显示你的仁慈。大海哥，你真的要走了吗？走了，你自己多保重啊。走了。大海，你要去哪里？大海哥说他要回贵州了，你快劝劝他。不管董事长跟你说了些什么，我是公司的总经理，你是去是留由我决定，我要你留下。哎，大海。如果我爸爸有什么地方伤害你的话，我代他向你道歉。我走南闯北这么多年，也不是第一次挨老板骂。你爸爸伤不了我。那你为什么要走？我不想干了，我想离开这儿。为什么？你昨天晚上还说……昨天的事我已经忘了。忘了？这次是我主动辞职，不是董事长赶我走，也不是什么跳槽。回去转告董事长，他给我安排的工作我不感兴趣，我想回家看看家里人。就这样，再见，我走了。像公主一样啊。当然啦，我从14岁开始每天梦想这个样子。哎，要不你也去试试。不是了，还有一年呢。试试又没关系。好漂亮啊。别闹了，你自己试就好了。嗯，如果我们俩能同时结婚的话，弯弯就可以同时当花童。哎，我干脆一会儿就给夏丽菲打电话，让她把婚礼提前。还是你先结婚吧，你还可以帮弯弯生个弟弟或者妹妹，他们就可以在一块玩了。好，那干脆多生几个，开一个幼儿园。好啊，你当院长。好啊，我当院长好了。好啊。美心呐，来吃点东西。哎呀，我现在没空吃，你快拿走，放在这儿会把图纸弄脏的。哎呀，女孩子这么辛苦干什么？挣钱养老啊。什么话，现在有妈妈养你，将来啊有老公养你。我不喜欢被人养，我喜欢自己养自己。女孩子总是要嫁老公生儿育女的，嫁个好老公比什么都强。美心呐，你最近好像很少提到丽妃了，提她干什么？她那么无情无义，难道让我怀念她一辈子不成？有些事本来我不想告诉你的，可是又不得不跟你说。我今天早上见到丽妃妈妈了，她说丽妃跟方林订婚了。那不是很好吗？你可以把弯弯要回来了。弯弯我当然是要的，可是你呢？我没那么脆弱，我江美心又不是嫁不出去。哼，只要我打个电话，立刻会有男人在我们家门口排着队等我吃饭。你不用担心我，
我对他早就死心了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老高哥啊！昨天夜里你替老张值了一个通宵了，今天早点回家吧啊！今天是你值夜班吗？啊，怎么，你想替我值夜班呢？你回去吧，这个夜班我带你值了。你是开玩笑吧？哎，我是认真的。那怎么行呢？这个星期你已经连续值了四个夜班了。哎，回去老弟呀、啊，你让我值夜班，我得谢谢你。我实在是不想回去啊，老哥哥，你这样折腾自己，那是何苦呢？阿林现在过得很开心，你也应该开心点嘛。他是开心了，可是万万呢？这件事情早晚要被老太婆知道，他会把万万领走的。要是他能嫁给一个年岁比他大的、比较成熟的、懂得爱护他的，我也就算了。可是他偏偏，那个送牛奶的小伙子对阿林、对弯弯还是挺好的，坚持给你们家送牛奶，啊，我看，人不能光靠喝牛奶就能幸福啊，他太年轻，除了冲动，爱得死去活来，你说他还能给阿林什么呢？啊？哎呦，阿林看着顺眼就行了，老哥，你又不能跟他们过一辈子啊，你。哎，我来啊！喂，找谁？喂，方守信在吗？哦，在。可能是那个老太婆打来的。啊。哎，我是方守信呐。大站长。啊。是我。哦，亲家母，你好。听说夏丽妃跟方林真的订婚了。啊。是有这么回事。那行啊，他们订了婚，弯弯就跟我过了。我知道了，我一会儿来领他。哎，怎么，那个老太婆要把弯弯领走啊？我不能替你值夜班了，又要跟那个老太婆去斗法了。反正弯弯是不会跟他走的。爸，我替你买面包回来了。爸，哎，你爸爸不在啊？哦，我爸可能带弯弯出去玩了。我先上去一下。哎，方林，我阿林，阿林，回来了。爸，你在啊？那弯弯呢？跟他奶奶去了。什么时候回来？不知道，也许不回来了。啊？怎么可以这样啊？他带走弯弯，应该先告诉我一声啊。你跟他订婚，问过他奶奶一声没有啊？还有，弯弯自己说，他愿意跟奶奶一起住。可弯弯从来就不喜欢跟奶奶一起住的。我早就提醒过你，不要疏忽了弯弯的感受。你看现在，是我不对。对不起啊，这件事责任在我，是我把弯弯冷落了，跟你没关系。我去把弯弯带回来。哎，你别去。
他奶奶看到你会生气的，婉婉更领不回来了。如果你非要去，爸爸陪你去，但是你要有思想准备，今天领不回来，能约一个时间就算不错了。我有个预感，这次他奶奶很难再把婉婉放回来了。你先回去吧，我再打电话给你。我现在不回去，我就在这里等你们回来。你们父女俩这会儿来有什么急事吗？妈，我们来是想接汪汪回家。站长大人，你没有跟你女儿说汪汪是自愿跟我回来住的吗？妈，汪汪是在跟我赌气，小孩子嘛，生气三分钟就好了，我怕他明天醒过来的时候看不见我，他会害怕的。哦，汪汪为什么跟你赌气呀？你们母女的感情不是一向很好吗？所以我说你谈恋爱谈昏头了，连你自己的女儿都不要你了，看来你这个当母亲的不太合格。是我不对，我不该疏忽她，我想跟她道歉。可是婉婉已经睡觉了。那我明天一大早来接她。方琳娜，你已经跟夏丽菲订婚了，从现在开始婉婉就应该住在我这儿。哎，这可是我们当着律师的面白纸黑字签的字，你要是忘记了的话，那我马上拿给你看。哎，亲家母，如果没起错的话，协议上是说方琳要是改嫁的话，婉婉由江家抚养。她现在是订婚，离结婚还有一年的时间，那么在这一年里婉婉还是可以待在我们家的。方琳改嫁已经是事实，是不是？我主要是想让婉婉早点到我这儿来适应新的环境，要不突然的改变，孩子是难以接受的呀。突然的变化我们也适应不了，我们也需要时间的。这一年的时间说长不长，说短也不短，将来的事情也很难说。啊，这倒也是。方琳娜，你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在弯弯和改嫁之间做选择啊。那您是说让我们把弯弯先领回去？哎，站长大人，你要你的祖孙情，我就不能要我的祖孙情吗？我好不容易跟我孙女待在一块儿，难得想带她出去玩玩，这不算过分吧？去哪玩？我跟弯弯说好了，明天一大早带他外出玩，他可高兴了。那什么时候回来？哦，这可难说。如果去的地方风景好，又住得舒服的话，呵呵，说不定就不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，来，吃饭吃饭。啊，我给你们做好晚饭了。伯父，你们先吃吧，我去接你。你们早就应该知道有今天呐，这就是你们在一起的结果。现在知道了吧？付出的代价有多大呀？这并不是我们两个人的错，这一天不管什么时候，他总会来的。可是伯父，难道你就忍心让方琳一辈子都不再结婚吗？是啊，你们在追求你们的幸福，我无权干涉。我是要好好考虑考虑，没有弯弯的日子我该怎么过。方琳，你走，我想一个人静静。你不要总是这样责怪你自己，我说了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他不应该这样对待我们的。你别怕，有我跟你在一起，我们一起，我们，你老是说我们，你想过弯弯没有？我当然想过弯弯了，这个你应该看得出来。我不回台湾了，弯弯不回来我就不走，我一定会跟你一起想办法，帮你把弯弯从你婆婆那儿要回来。不，你一定要走，弯弯的事情我自己会解决，
你这样子让我怎么放心走呢？我真的不走了，我不离开你们。本来分开我们就是一件残忍的事情，我不要回台湾了，我要永远和你们在一起。你现在不要烦我行不行？你不走我就把这戒指拿下来。什么？吓我一跳！我呢，不是你的吓一跳，不过那他才是。他说怕你看他心烦，所以让我转交给你。谢谢。其实弯弯的事你也不能全怪他，他都要走了，你应该对他温柔一点。嗯。弯弯来电话了吗？哎，弯弯他奶奶也真够霸道的，想出带他度假这一招。害你连弯弯的面都见不到。哎，等等，小姐，你的未婚夫让我转告你，他说，告诉我老婆，我中午请他吃饭。谢谢啊，王林。嗯，你稍等，你电话。哦，谢谢。喂吗？哎，弯弯好吗？弯弯好着呢，我看他都不想回家了。那我能跟弯弯说说话吗？美心带他出去玩了。那麻烦你晚上让他给我打个电话行吗？晚上我们已经有安排了，美心带他去唱什么卡拉 OK， 又唱歌又跳舞，乐不思蜀了。妈，我只是想听听他的声音。好吧，过两天我让他给你打电话。谢谢妈。谢谢。弯弯好吗？他很好，弯弯现在跟他奶奶在海边玩，我怕他玩疯了晚上会做噩梦。弯弯跟你婆婆在一起不会有事的，你不要太担心了。啊，方莲。嗯。啊，你的花。方莲，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，你尽管说。谢谢李总。哎，站好！哎，嗯，好。我再变一个。哎，小姐，手伸进去，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没有？看一看，摸一摸，啊？没有。没有。好，唰，变变变。哎，嗯，万一有蛇怎么办呢？咬着你。外公带我什么都不怕。你什么都怕。外公，奶奶不如外公好啊。奶奶带你出来玩，外公能带你到这来玩吗？哎，姑姑呢？姑姑可能迷路了。你们回来了？姑姑，你上哪儿去了？你也不陪她，都累死我了。我才累呢。真是的，那个魔术师神经病，老缠着我，变这个变那个，我都快疯了。我今天就想回家。
奶奶，我也想回家。累什么啊？年纪轻轻的，我都没喊累，才出来两天就想回家了。奶奶，我想妈妈了。弯弯，奶奶对你不好吗？奶奶好，妈妈也好。好好好，再玩两天，奶奶送你回家啊。姑姑，嗯，那个魔术师，他可不可以再把雪球变出来啊？我不知道啊，但我啊可以把你变回去。真的吗，姑姑？啊，变变变变变！度假嘛，就是要悠悠闲闲，走走看看，吃吃喝喝，哪像你们呢？你呢，整个看不见人影。我跟弯弯一会儿坐什么摩天轮，一会儿坐什么小火车，又钻什么魔鬼屋，最后又让我在树林里捉迷藏，简直吃不消。妈，你在记日记呢？什么记日记呀？你倒好，一个人东逛西逛，去看什么魔术表演。现在弯弯交给你了啊。人弯弯刚才还说奶奶好呢，你啊就好人做到底吧。少贫嘴，倒杯水来。弯弯，去给奶奶倒杯水。你请我吃冰激凌。鬼机灵，鬼机灵！你们大懒之小懒，我这杯水可是难喝了。奶奶，我要吃苹果。吃。好孩子。妈，我也想吃苹果。奶奶什么都听我的，我要什么她就给我什么，可她就是不让我回家。妈妈，我好想你啊。说什么她爸妈不同意也会跟我结婚，最后还不是说一句，没有父母支持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。我经过再三的思考，决定解除你们的婚约。原来我跟李飞都是一心